大家好，我是汪卓成。会不会当土味情话？不会。那我问你，你说啊，你说吧。你想玩一个游戏啊，多一个水果，然后你要跟我说这其中有一个字一样的，草莓。梅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想什么梅吗？梅，梅花。我只能说水果是吗？水果。树莓。蓝莓。还是梅。梅。梅还有什么水果？梅，梅，草莓，树莓，杨杨梅。香梅。哦，对对对对。你去过这么多地方，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？最喜欢的地方，最喜欢的地方，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海边的城市，因为就很喜欢海。你知道我最喜欢哪里吗？哦，还在继续啊，我以为这已经是问题了。哦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问你问题就让你还在继续啊？为啥呀？因为你在我心上啊。心上？为啥？因为你在我心上。你在我心上，它写出来了。哦哦哦 OK， 懂了懂了懂了。还有啊，现在我不知道这手表准不准，因为这是道具。现在几点？我预估现在应该五点左右吧。其实这次我学到挺多的，以后可以用上。